要进行两次出舱活动，出舱活动对我们来讲是要长达六七个小时，对我们也是首次，新的服装，新的航天器，这种出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对他们来讲，就是他的应急决策和故障处置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。那这个也是通过